从这个版本开始，他们引入了一个新的功能，你把这个点装放入这个现金道具栏的时候，你在右击，然后你点击统一世界转移，然后你选择账号内任意一个角色，那你这个道具就会转移给其他的玩家了。然后这个功能它不是一直开放，它会一直开放到11月，它是有期限的。